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，韩愈可谓是唐代官场的拼命三郎。他十八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，三次不中，后来参加了内部选拔，三次落选。走投无路的他一连给皇帝写了三封自荐信，最后都没有回音。他只能到领导家进行三次拜访，结果呢也全都失败了。就这样拼了十年才终于当上了官。但人家韩愈就是有一个精神，折腾。他一边做官一边写文章给自己做广告。这不刚有些名气的韩愈就又开始折腾了。公元819年，韩愈写了一篇文章，强烈反对唐宪宗信佛。这位佛教的铁杆粉丝看到了文章以后，气的是火冒三丈，当即下令要把韩愈处以极刑。幸亏有人替韩愈求情，宪宗心头一软，这才把他贬到了广东潮州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一年后唐宪宗就去世了，韩愈回到首都，官复原职。已经50多岁的他是春风得意。初春时节，看到满城的美景，韩愈就坐不住了，便赶忙写了这首邀请诗，想跟他的朋友一起来个自助游。诗题名为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，这里的呈就是送的意思，张十八则是韩愈的好朋友张籍，因为在家排行第十八，所以就叫他张十八了。整个题目也就是初春时节送给工部的张十八员外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这里的天是天子的意思，天街就是天子脚下的街道，天子在长安城，所以这里也就是长安城街道的意思了。酥则是乳酪的意思。细雨中，韩愈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，看着街道上的青砖白瓦都被细雨润湿了，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雨露，感觉滑滑的，仿佛乳酪一般。放眼望去，韩愈惊奇地发现这雨露竟滋润出了一片绿茸茸的小草，便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它们。远远地看过去，小草密密麻麻的，好像是连成了一片，可走到近处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使劲往地上看去，才能发现小草正在挣脱土地的束缚，长出了一点小小的嫩芽。看到这样神奇而美丽的景色，韩愈道出了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感慨。绝胜是远远超过的意思，烟则是雾气缭绕的感觉。在韩愈看来，初春时的小草生机勃勃，象征着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。即便是到了整个长安城都长满了翠绿烟柳的暮春，韩愈也不稀罕，人家就喜欢小草这种朝气蓬勃的感觉。这首诗没有李白诗歌中的潇洒，也没有杜甫诗歌中的沉郁，但韩愈却用质朴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春景图。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对比，等到暮春的时候，满城尽是花红柳绿，雾气缭绕，虽然有如仙境一般，但却毫无生命力。韩愈用了绝胜二字，将暮春的景色与此时的初春做了鲜明的对比，突出了小草的无限生机。这也正如官复原职的韩愈心里面那叫一个美呀。即便此时他已经51岁高龄了，但他还是跟小草一样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。可别忘了，人家韩愈的人生哲理是活到老折腾到老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
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